都是豆腐渣工程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见到真人了，一直都是真的，没有假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小伙子，来，你们是从哪过来啊？汕头大学，您是艺术学院的武教授。教授您好，老师，哎呦，今天真心意，今天是教师节，来了个老师，对，哟，荣幸，教师节过来向你学习来了。我们主要是什么呢？可能我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一点点。你好，荣成过来，啊，荣下鬼。您这是出差刚回来？是的，我们公司有一个规定，你要只要出差了，没有做好核酸检测都不能进公司啊。回来之后马上到家里去，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个人影响到别人。对。之前是总看您的视频。哟，教授，请你用你来叫我，不要说您。因为老师在我们心目中一直都是很崇高的地位的，真的。您也是老师啊？我不敢当，我是草根。只是说我们经历比较独特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从事这个行业，那时候除了国营厂，它没有多少这个私营厂的嘛。九几年香港同胞台湾同胞他回来开那种厂，都是小厂，而且都是有亲戚关系啊什么，你才能进去里面学习。在这个行业您是绝对绝对老师了。这个行业里面只能这么说，他只有行家，他没有庄家。来，阿迪亚，来来来，听我们家小姑娘说，您带了石头过来。我带了一些滴滴摸摸的那些烂石头。滴滴摸摸，连我们云南话的滴滴摸摸你也会啦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我手中那把刀是很无情的，那个嘴巴很毒的，等一下石头过来，我等一下看得不好，我不会留情的。没问题、那行，那石头在哪？拿过来。让老师来看一下，你给我提着哈，卖给我做老师，一两价钱老师。上次我在泡茶，很多朋友说，哎，大饼你怎么用手？但是呢，我们大部分潮汕人泡茶还是用手的。这些石头是教授您啊，在直播间买的。直播间买的？您这么说，我只能说祝您好运。我们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，直播间它不是所有直播间都是坏的，有良心的有，但是我们不能说一竿子打死嘛，是不是？对。请您过目。还有，我就这个眼睛瞄过去的时候，我感觉有点心凉。数量还是可以的。我们玩石头，教授。玩数量。对，就玩质量。其实作为一个在直播间里面买东西，你首先还是要看人，这是第一。然后呢，看这个公司的体量，因为网络名声它来之不易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潮汕人心意比命还重要。还有吗？有一块这个。我没拿过来。这一颗看起来色不错，肉也不错，它可以给你开这种大瓶窗，就说明它质量是摆在那里，不然它不敢开这个大瓶窗给你。要不然就是开这种咯，像那个远古符号一样。所以一般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打死，开这种远古符号呢，就是专门从事石头的。然后呢，它会找好的位置，它会慢慢一点一点的开，一点一点的开啊。对，它会看到哦，如果这边有裂或者是已经没有颜色，它就会停住啊。然后它会找别的位置开开，就开成这种远古符号。他们很厉害啊。对，对，开之后看的是绿的，把其他皮剥掉的就那一点绿。对，不是，其实石头它都会有表现的，大部分的石头在皮上它都会有表现，只是说我们那双眼睛有没有去找到。对，我在矿山上那些老师傅，他在矿山上拿起来石头全部是裹着那个泥沙，他卖你的人不给你喷水的，不给你洗石头的啊，这样手指头舌头沾一点口水，然后这里搓一点点搓一点点，看一下就这样买了。教授我看了这个石头，它有飘花，它的肉很粗，水很短，然后它裂也不少，都是那种小碎裂。这个等一下如果您需要切，一切就明白了，这个是没有种。我说的是石头啊，教授。对，一切开它就是很泡的感觉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很泡，它就是不结实，肉的没有水分了。就是很泡。但是很多人以前靠这个发财啊，有些人他不懂，拿过去他说哇，整个打灯破的。我们在临江的时候叫这种石头叫空心石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你看起来它是打灯感觉很亮一样，它这个也是没有种。但至于我要怎么完美的把它表达出来，真的很难表达，表达不出来，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。密度不够，但是你去测的时候它密度是一样的。哦，这样的啊。所以翡翠就神奇在这里，你说它这个很差很差的，跟那个很好很好的，它去测它都是一样的，它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它都允许的。这个是个后尖的石头，后尖以前都是出那种高品质的界面，它是水蛇，这个也是种不怎么样，然后裂还多，我都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出口了。没问题，没事，做好心理准备来的。这个是开始乌克兰买了一堆小玩意儿。教授你看到了这些，来，你现在在现场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看到了这些没有？闪闪发亮的这些啊，这些就是它的里面的晶体肉粗的一个表现。但是这种石头，像这种晶体在会卡上，特别是会卡的籽有这个，它就可以买。因为它会把籽放得很好，很奇怪，但我说不来，因为这种东西一般只要有一种肉粗都不好用，但是它在会卡的籽上，它经常会出高质量的籽，它就是有这种晶体的存在。这种就叫苍蝇刺王。对，跑不
结实。对，这个是烤色，你看嘛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石头像这种，如果切有一面一整面都是黄的，这个石头大涨了，它这个烤色的。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的，你只要到专业市场去买过吃过亏，然后就知道了。我们也是亏过来的，像这个也是烧红的，但烧红它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它首先必须要这个料，比如说是黄色的或者是棕色的，它才可以烧红，不然呢白白的它也烧不出红的，这个就完全没有用的。从这个皮壳，包括它的晶体，它就是还是那一句没走，这个有点色花，但是也是很普通的东西。但这个呢，还可以稍微的拯救一下，比如说做只小动物还能做。像这些，你要是让我做，我会建议你不要做。这个是百山桥的，因为我在矿山上，我就住在百山桥那里。我每天往右手边就是百山桥，左手边就是羌啪，羌啪文字怎么翻译也不会翻译，就是那些缅甸人叫这个场口叫羌啪，它其实它跟百山桥一样是一个音译，而且它们石头都差不多。这个不错，这个有花，花是绿花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它的肉肉搓。百山桥的石头，它的花表现在哪里，哪里就有。它不会说这个花表现完切下去没有，它不会。这个百山桥切下去到处都是花，这个就是看它的肉了。如果它肉里面长棉钉长什么就不好搞。如果棉钉少花多，那么呢可以考虑做什么东西具体切开。这个值得去切开一下，像这个就没有用的。这个我虽然是说还没看石头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我不知道新场怎么去界定。如果你指新发现的场口的石头叫成为新场，那就不合适。我想觉得新唱的东西主要是指种嫩没有种，但这个呢它整个都是肉很粗糙的，而且它洗得太严重了。这个皮扒了吧，这个不用扒，你直接切一刀就知道里面没有用的，里面就像我们说的豆腐渣工程说的就是这种肉了。教授您别生气，您这东西大部分都是豆腐渣工程。当时我不懂，我买这样的时候打看好朋友，他是做那个专门雕那个圆雕的嘛，在四会嘛，绑绑我说好得很，板干嘛这么便宜，赶紧买一个试试，跟你讲你不信他的。他是专家他也买这种？不是我买，他叫你不要买。对，叫我不要买，我说可以啊，那个电动的。我还跟他说你不懂你不懂，他就跟我讲你不懂。特别是翡翠，我们翡翠这个种太难以表达了，说出来有些时候会害了人的，所以我一直都不敢说。当时我看那种料子，我看不咋的，那个外向看这种好这种好。你看这个又细腻和那个细腻，行家看货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就是、教授您是教哪一科的？我教建筑环境景观。对，也是搞设计的。对，就搞设计的。厉害厉害，人家说我们潮汕人只懂做生意没什么读书，但是我们很崇拜读书人，争取我们快速的跟到老师那个技术上大学。哟，教授你就叫我大饼得了。您叫我老师，我这空调在这里冷汗都飙出来了，受不起受不起受不起。还是那一句话，术业有专攻，特别是我们开工厂的，我们之前一直开工厂，我们开工厂呢是接触什么样的石头都有。为什么很多石头它一上手，虽然我们说不出来它的化学性质，什么是这硅这铝的，这个我们搞不清楚，一上手或者一眼看过去我们就觉得这东西很怪，我们是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。像我们这种去买石头，如果觉得这个石头有点怪异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事先有个约定，说这东西切下去有问题，咱要退款，丑话先出钱头，要么就不买。价格可以谈，对，价格可以谈，正常的谈。但是如果谈下去，切下去这个东西它有问题，什么叫有问题呢？如果是说我们买一个翡翠跟水墨共生的，但如果是说共生的太多了，一般都会退钱，这个成交就作废了。好多卖那个水墨纸来充军用的，很贵咯。对，所以水墨纸有些老师出书的时候会把它写上说这是翡翠杀手，但是感觉不一样。水墨纸是分两种，一种是石英岩，一种是纳长石。纳长石它主要的就是它有像针状包裹体，石英岩有些时候它是很隐形质的，看不出来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说说不明白，很奇怪。主要是得益于我们这二三十年来一直都是切东西切东西，有很多，特别是我们在边疆在瑞丽这种地方开加工厂，它更多有很多游客过去啊，他买完这东西不知道到哪加工，然后拿过去切，有些时候我们不用切已经告诉他是什么东西了，他说你那么厉害，人家还说过神仙难断春意呢，但是说的是那一些有质量的啊，不是说这些这么普通的啊，但普通的东西能不能爆出好的，我相信有，但是可能是很少很少，概率太低了。原来在瑞丽有一家卖石头，就是卖了一个就这么大，这边切了也没，那边切了也没，反正四四方方的切，剩下一条柱子状的四方柱子，没人要，就卖给一个游客。那游客就说：“那你不管他嘛，反正1000多块钱无所谓。”从这边一切开，当场从10万给到250万，那人家不卖，对啊，他怕卖便宜了。不过现在看，可能2000万都卖不到，但这种情况太少了。就是说我在瑞丽这么久，我只听说过这么一个传说，人家说比中彩票还难，我是相信的。什么时候你可以让助理发过来看看，没事的，我可以帮你把把关。但是呢尽量就是说，如果真正的你很喜欢这一类型的东西，因为这专业市场都离你们不远，多转一转多看一看，这车一开兜个几天就明白了。 对，到那个切石头厂看，然后再到那个卖石头的厂去看它切好的名料，看多了自然就看多了。主要还是要看质量吧，就是说你先懂得这个东西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，这个想把它搞明白。对，
品质好坏先把它搞明白，其他的再慢慢来，就问题就不会很大。这个行业如果做下去，或者你喜欢下去，你可以先用一生来懂它，可能比一个女人还难懂。一开始也不知道说进哪个来去买虾撞，对对对，反正也无所谓哦，反正这么点钱他也不至于伤筋动骨。对对 对，不是几十万几十万，那无所谓。交学费肯定要交学费。我有一个朋友玩了90多万，但是他玩出品质来了。刚刚我在拆包裹就拆掉他的包裹，他说特意寄过来，说你一定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它切开，把它拆开看看。他说我吃过药了，这些应该不错的，确实是不错，就是品质很高。你看它切细，它是没有肿，泡泡的，它里面都是小碎裂。你看，皮肉不分。对，哎呦，对，皮肉不分。看一个视频看多了。然后它这种石头，就是说我们作为行家的话，我们一眼看过去都不会再看第二眼，就是说我们不敢担保它100%的没东西，但是在我们心目中，因为100%说的太肯定了嘛，在我们心目中，它其实就是等于那个100%，所以我们不会再看一眼。对，教授，您这次挑战失败了。失败。